看这一题哈，那这一题来讲，你可以看到，这其实是一个外伸的结构哈。那么这个有时候这就是一根拉杆，你先不要考虑它说它是一个 hinge 不 hinge， 这个连接起来，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假设是一根拉杆，好，一根杆件。那这杆件它有斜度，这是3，这是4，所以它的角度是水平是4，啊，垂直是3的一个斜率。好，好，其实就是 tangent 的3/4呐，好，它的斜率。那这样来讲的话，这个力的方向已知，大小未知，这两个，这也是一个力，大小未知，方向未知，它方向知道了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鉴定题目。然后他这边讲 ，CD 为二力杆，就是说告诉你说，这个只有拉或压，那你只要对 AC 取平衡。平衡方程式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你拆开这样看就可以了哈。所以你看它对 A 点 summation MA 等于零，你就可以好得到什么什么乘以什么，得到 FDC 等于多少。那这个作用方式我是跟各位讲很简单的分析，力既然知道，好，它这边是用 FDC 了，我就照它的力来做。我跟各位讲，你拆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你有一些假设，这力量我不知道，这边一定会有两个力量。这边已经告诉你了，会有一个力量，方向在这里。好，那这两个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，你从哪边着手？从这边着手。那我对这一点弯距取零，通过的都等于零，所以 summation MA 等于零。又告诉人家方向。好，那2400 N 是哪里来的呢？600 kN 每公尺哦 per meter， 好，600 N。那有4公尺就是2400，4×6就是2400，有没有问题？乘以2是化成一个集中力，这个就是600×4，那这个就是2米。好，600×4×2米，注意我是这样为正，这个是这样转，当然是负。好，那再来呢？这一点来讲的话，这个力把它分解成两个，这个是，这既然是4，这边是3，这个就是5，所以它变成一个这样的力量。这个力量是多少呢？4/5的 FDC， 这是3/5的 FDC， 了解吗？那这个也通过 A 点，所以我从这3/5 DC 这样转动它为正，乘以4公尺，这是力 B。好，这样就算出我的支撑反力了，了解吗？好 ，FDC 就算出来了。算出来之后 ，summation FX 等于零，这个就算出来了，它乘以4/5就得到了。好，相加一个负嘛。如果你假设那边就是负嘛，算出来 ax 这样 ，summation fy 等于零，这个就等于这一个减这一个，哈，好，得到这个ay 等于1200 N， 了解吧？所以第一个先求反力，好，反力求完之后，我们再看 free body diagram 哈，我们切开，这是很重要的关键，你要切开它。那我们看这个切开之后，你可以看到，好。这刚刚已经算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现在要算什么呢？要算 AB 段，这个叫 AB 段嘛，这个叫 V 点啊、哦。AB 段取平衡方式，这就是 V 点。好，那我问各位，我还是问你，因为两个力已经求出来了，这 AB 段就好算了嘛，对不对？把均部载重化成一个集中载重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这叫等值作用力。算出来之后，来对 V 点取弯距等于零，一定是对 V。好，这两个就通过不计算，先算出 MB。通常我们都先算出 MB 了。好，那你就是1600的通过不用算，就是这个1200乘以这个1米，对不对？那看你什么方向为正，顺针为正，这就正 MB 为正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这个1200呢乘以2米，负的。因为顺针逆针为正，这是顺针，所以就求出这个 MB 了。好 ，MB 知道之后，来 summation FX 等于零，这就1600。
三分之一 y 等于零，这就是1200 ，OK， 算出来了，好吧？那其他结果都会是一样的结果，所以跟各位讲，好，支撑反力 ，free body diagram， 然后再来呢，好，那个力平衡，这三个一定要养成习惯，这个在我们做到行架都是这样去做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样再来看这一题哈。这一题里面已经有出现三角拱的概念出来，这是一个机械式的一个构件啊，一个构件。那我们看到这构件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它就把这个 free body diagram 拆出来啊。你看这根 AB 杆的不去考虑它了哈，不去考虑它哈，有吗？好，不要去考虑它。你拆开之后，这个 L 型的构件可以，因为外面没有作用力，所以它势必是构成一个二力杆 ，AC 可以视为一个二力杆的杆件，它 R 的作用方向跟它这个斜率有关系，刚好它这边是1公尺1公尺，所以这是45度，拆开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它这边在上面挂了一个载重，外载重是600 N。好，那这一根 DC 杆件的话，它其实只有是二力杆这样作用它而已，所以你看它就变得很简单的三支杆件斗在一起。三点平衡必什么？三力平衡必共点。好，所以这个 P 在这里，这个 P 就往这里。那 R 往这里夹45度，这600。那 PR 怎么算？这个图看出来之后，其实就很快算出来了。好 ，R 你可以看啊 ，R 乘以 cosine 45度。对不起，我习惯上会 cosine 夹这个夹用 cosine。当然说 R sin 45度啊。好，我讲的 cosine 45度指的是这个夹角。跟这条线的夹角45度，好，今天是刚好45度，好，所以我 R 乘以 cosine 45度会等于600，其实 R 就算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你看哈，这知道吧？哈，然后这个 P 跟 R 的关系很有趣哈 ，R 再乘以这个 cosine 45度，这个45度也会等于 P， 所以一样。所以这也等 P 了，为什么？从这两个平衡，水平力平衡，所以这样就很快就求得了哈。这我就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，各位就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一个插销的分析哈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